说哈，然后被打到就跟他说啊。傲笑脸，哎，我买的新的雨伞，我有带来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阳伞，阳伞，我来试试看它有多大。2米4的没有用过。哈哈哈！哎，你钓到螃蟹了！哦，加菜了，加菜了。来，哇，好大哦！好，太棒了！因为超多螃蟹的，太棒了！今天总算不是在修车的时候晒太阳，总算可以来那个晒晒老屁股了。我来喽，我来喽！这边 OK 抓螃，来，给你，这个是抓到的小螃蟹吗？哦。枪，水枪，你这尴尬，其实大家要抓水枪，水枪要走回去的。阿弟可以，阿弟要喝水吗？阿弟喝水，打水枪，水枪去喝个水。你这边喝水？对，要喝水。这个大养鱼在这边吗？OK。Hello。对呀。抓到美人鱼了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去看姐姐。海女，海女，你要去哪里？没事。结果我带你拿螃蟹走。好，你要去哪里？这边。等一下，我要去那边干掉。他们在那边照相耶。耶。他们在哪里？没关系啊。站这边，看爷爷。